各位小朋友们，早上好，我是雨欣老师，来自居林爱乐法幼儿园。今天老师要教大家复习华语阅读海边，小朋友们准备好了吗？走，复习字卡，手指字。第一个，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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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边的海。第二个，边，边，边，海边的边。第三个，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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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色的蓝。第四个，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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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的天。今日字卡，第一个，船，船，船，小船的船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拿出你们的华语阅读海边第八册，打开第六页。好，小朋友们跟着老师一起读手指字。海上有大船，也有小船。海里有大鱼，也有小鱼。海上有大船，也有小船。海里有大鱼，也有小鱼。海上有大船，也有小船。海里有大鱼，也有小鱼。小船，小船，小船，大船，大船，大船，船，船，船。海上，海上，海上。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来看这张图，在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什么东西呢？我们可以看到海里有大鱼，也有小鱼。那海上有什么呢？海上呢，有大船，也有小船。那小朋友们，你们有坐过船吗？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就复习到这里了，我们下一堂课见哦，拜拜。